啊！如果可以用 VR 去世界任何一個角落，你會想去邊啊？啊！我會去一個無力嘅地方，唔想聽到啲爛鏡啦。場火係由阿爸阿媽個燈位開始燒起，冇任何可以。我終於知道真相，係佢殺咗我哋阿爸阿媽，我一定唔會放過佢。事情行到今日，唔係單靠佢哋自己嘅力量就可以做得到。同我哋騎士會作對嘅人，一定唔會有好下場。台慶劇《兄弟》今晚8:30，翡翠台。